者吴婉婷台北报道，成军44年的西洋经典摇滚乐队空中不给合唱团 AIRS Upline 今三晚第15度来台开唱，吸引2000名跨世代粉丝到台大体育馆朝圣。团长暨吉他手克拉汉罗素和主唱罗斯奇屈考克两人以火红超过30年的金曲 Sweet Dreams 开场，勾起青春 K 歌回忆。两人年纪都超过一甲子，但美声仍一如既往，让台下惊呼连连。他们也用中文喊台北我爱你，回应粉丝热情。空中不给初次访台是在1983年，他们今晚也自嘲，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也表示台北这个城市也变化了不少，但每次都能感受到粉丝不变的热情。直说每次来台北都很开心，今晚也不少资深粉丝携家带眷来看演唱会，创造三代同堂大合唱的难得景象。两人唱到中场时还走下舞台进入粉丝座位区和粉丝玩自拍击掌，让台下一度陷入暴动。他们回到台上后则与粉丝玩起接唱，台湾粉丝也很给力，在台下大声合唱，让主唱惊艳的给赞。空中不给不免俗也演出最夯的 LOVE 三部曲 Dear Never Too Lonely Lost in Love And Make It INDLOVEOUTLOF NOTHINGATALL 前期演唱会高潮，尾声则以近期因电影《死侍二》再度窜红的金曲 ALLOUTOFLOVE 作结。另外演唱会也抽出50名幸运粉丝在会后参与空中补给生日会，一起替接在下周生日的两人提前庆祝。空中补给合唱团演唱会主唱罗素西区考克与团长及吉他手格拉汉罗素左记者陈义宽社空中补给合唱团演唱会主唱罗素西区考克记者陈义宽社空中补给合唱团演唱会团长暨吉他手格拉汉罗素记者陈义宽社。